你有性玩具吗？按摩棒、跳蛋、阴茎环，你都试过没有？如果你的伴侣是女性，又非常喜欢用小玩具来自慰，你会不会有危机感呢？那么按摩棒到底会不会上瘾呢？如果想用玩具来帮助你们的性爱变得更火辣、更棒，而不是更糟，要怎么办呢？这两个小方法不妨试一试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三博士，美国这边的临床心理学家。你有没有听说过男性的按摩棒焦虑症呢？它其实是真实存在的。2011年呢，有一个研究团队调查了1000多位成年的男性，那其中有1/3啊，都认为他们的女伴实在是太过于依赖于按摩棒了，而且呢，也觉得那些拥有按摩棒的女性有一点可怕。其实啊，就是这些男性不够自信。我自己每次做科普到女性自慰问题的时候，总是有一些男性观众来留言来询问，就很担心啊，说你看按摩棒这个东西，对吧，它速度又快又持久又坚挺，花样又多，那么男性怎么去跟它比呢？女性用多了按摩棒，这种知识宣传的多了，是不是就不再需要男人了呢？其实啊，男性和这些小玩具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可比性。人类的这个肌肉、动作、速度、强度各方面，那肯定不能和机器去对比，对吧？但同样的，人体的体温、性格、言语沟通的方式以及情感交流的方式，这些呢，也是机器完全没有办法去取代的。但是，男性听到这里可千万不要就松了一口气啊。你想，如果你是异性恋，你和女伴去上床，你就只顾着一上去就直奔主题，床上床下都不顾及对方的感受和情感需求，只是把对方当成一个单纯的发泄你自己欲望的、满足你自己需求的一个工具的话，那你说你不被按摩棒取代，谁会被按摩棒取代呢？这可不是我自己瞎说的啊，有很多研究为证。2013年的一个研究，异性恋的女性和自己男伴性爱的时候呢，都不太期待自己会有高潮体验，但是很多同性恋的女性和自己女伴去性爱的时候呢，她其实是非常期待自己每一次都会有高潮体验的。而2014年的一个研究也确实发现，女性和女性性爱的时候更容易、更经常的去感受到高潮体验。我觉得啊，这些研究至少说明了3个方面的问题。第一，就是我们在性方面的性知识储备实在是不太够啊，就是很多人在床上其实不知道到底应该刺激对方的哪里，对方可能也不知道，也没有办法引导你，你自己呢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探索到，所以根本就找不对地方。第二，我们的性的技巧可能也是有所欠缺的，很多人啊，如果对方哪怕指引了他知道该刺激哪里，哪里是对方的敏感点，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刺激。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啊，男生或者女生引导对方去摸、去刺激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，但是呢最后不得不放弃，因为对方摸的实在是太难受了、太不舒服了，这就是技巧上的一个匮乏。第三，我们很多时候在性爱当中的关注点都偏掉了，很多人光去注重这种技巧啊、花样啊、身体的一个感受啊，反而去忽略了那些情感上面的很细微的、不太可见的这种需求。而那些呢，尤其是对于女性的一个高潮体验和性爱体验，又是极为极为重要的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对待按摩棒这个东西呢？这里呢，我想建议啊，男性观众们去考虑这两个小方法。第一呢，让自己的女伴把他们的小玩具给自己展示一下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很多时候女性啊，她们不太好意思或者不知道怎么去跟对方沟通自己身体的一个需求，自己身体到底喜欢什么，但是通过展示小玩具，通过自己怎么去用这些玩具，那么这种非言语性的指引就会更加的清晰、更加的直观。第二，
就是在彼此一起的性爱当中去引入小玩具。现在啊，有很多的研究已经反复的验证，夫妻情侣在彼此的性爱当中呢，结合使用性爱小玩具，可以提升彼此的一个性爱满意度、性的愉悦感，以及整体的一个性的质量。那你们也可以考虑啊，在前戏的时候借助小玩具，这样还可以延长你们整个的性爱时间，这可以增加女性的一个高潮的概率。那么你们在彼此的性爱当中有没有去使用性爱的小玩具呢？如果有的话，你们觉得这些小玩具的使用有没有帮助你们提升你们的性爱质量呢？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我是一三博士，我们这一期的科普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我们呢也有一个性科普的邮件列表，你可以在节目下方找到链接去注册。我每个月呢都会发送一期性的科普知识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